好啊，我是 Hugo， 我现在就在河南大道北和同福东路的交界这里。对面这栋是好百年和婚纱的商场。这里过来就是江南大道北。这里这条同福东有个天一酒店，一过来这边大家现熟悉的市工已经拆了，上是去年12月左右开始拆的。这个市工应该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，你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个艺苑歌舞厅，还有一些个电器院，还有一些打羽毛球啊、捉象棋的都是。现在他说会重新起那栋楼，保留那个歌舞厅，他叫是个标准教义舞的。好啊，所以我现在入面就拆剩了个体育馆那栋楼。好啊，现在你入去拍一拍，我怕我被它拆晒，不知几时。又来旁边市工这里，外面近同福路那些已经拆了，现在是入面这个这个体育馆这里还有。我这栋楼可能不会拆了。就剩翻體育館呢度，就係咁少嘅。我呢度而家辣啲茶飲啊，快燒粉、麵包店。好，呢個係地鐵口，呢個係市工嘅地鐵口。呢栋有个富基广场，一个楼盘。跟住我发现嗰啲坡唔知系咩嘅嚟嘅。知有冇网友知道嘅话，俾我听下留言。我现在帮我走回去同福东路，走去向西边走。哇，看看个市工的拆到。
哥做咩影相嘅？多谢啊！哦，我以前住呢度啊。哦，一个甜品的老字号，有糖不甩汤圆，有芝麻糊、花生糊，哦，卖粽，有饺子添，有煎饺。呢间又系佢，系佢个第一间。而家廣州應該六七間分店，呢度可以入去五中。哦，呢间安乐炖品都是呢段的老字号嚟咯，个炖竹丝鸡。哦，呢啲二楼好似丢空晒。
約龍南。好安大街，常慶坊，哦，原來有隻拉布拉多，我呢度轉咗呢個同興路同同福東嘅交界，前面呢條係解放大橋，過翻去河北嘅。個長勝里。而家啲煤氣罐嘅用，啲舊屋啊，冇辦法裝到管道煤氣。
可以仲要用呢種，仲要共用罐嘅。呢啲我哋只猫，我蒲天光睇佢知道做宵夜，肯定开到好夜。呢条同庆路咧，而家就好多呢啲咁嘅宵夜档啊！前面嗰个江边嗰啲又系，我呢度系南华东。同同慶路交界，上面呢個是解放橋，啊，對面有間光明清湯藥。呢度是南華東路，而家呢排好多啲電動車，我哋好多人開同賣嘅。係啱早兩日交警先捉過呢啲，所以係好。究竟是不是完全合法，就很灰色的。對面有一間這個小牛是最出名的牌子，做這個電動車是很多人買的，就會改裝。
我要出翻嚟呢个海珠桥过去河南个落桥位啊，中间呢个花圈。啊！呢度海珠桥，哦！呢个人林天桥，即系咪铺嗰个？路面哦，应该系啊，运咗好多地板上，好多石喺度。呢个角度望下海珠桥。海珠区口腔医院 ，OK。呢度呢条系江南大道北，呢个我而家个方向系向南边。呢一橛江南大道北就是广州的婚纱街，或者仲要做埋其他婚庆用品。边个结婚嘅嚟呢度？一脚踢晒可以买晒好多嘢。在广州结婚的人都会来过这里，即使你不租你不买婚纱，你可能买摆啊，唔摆酒那些我不用。十四路这部广惠路总站去赤岗的。而家去到赤沙，再远啲。啲行入面都会有好多铺，佢喺度铺租平好多。
呢、這個郵局仲喺度，要打口票喎。好啊，行一圈。咁啊，呢度就嚟到呢度先。好啦，拜拜。